代系的传承哈，讲真正还是愈来愈难。可以可以，拜谢拜谢。嘿。OK， 好，可以。布袋戏的传承哈，断层越来越严重，所以说为什么要深入校园，然后去宣导，让找回我们以前台湾布袋戏的文化传承。因为呢，为什么大家现在忙碌于工作，已经对布袋戏的认知越来越少，但是在国外对我们台湾的第一印象，以前我们观光局有统计过，外国人对我们台湾印象是布袋戏。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布袋戏不能跨出国际性，然后呢越来越没落？这是本团洪志全木偶剧团一直想努力去迈进，然后呢希望各界能认知还有认同我们台湾的布袋戏。好，那老师请说。现在布袋戏呢要表演给小朋友看，如果你以前那种传统布袋戏表演给小朋友看，小朋友根本就很容易懂。所以说呢，现在布袋戏要创新，然而呢要跟小朋友有达成共鸣，要跟小朋友互动。然后以前布袋戏是看得到摸不到，现在要跟小朋友有共鸣，就是要让他看得到，然而也摸得到，这样小朋友才会引起他对布袋戏的兴趣。